那首先的话，在我们所介绍在局部的话，我们就跟各位观众介绍印堂穴、鼻通穴跟迎香穴这三个穴道。那印堂穴在哪边？是在我们两个两只哎这个地方再下一点这眉毛在这个地方，对，眉毛跟眉毛眉毛的正中，对，这边那其实这边刚好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腮窦跟额窦的地方。那这边的话也算是这边按的话对鱼痘改善它的环境这是一个好的方法。那印堂这个穴要怎么样来按当然我们可以说对自己比较好，我们就用手指这样子来按但如果说你觉得说这力量不够，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这个指关节的地方，这硬度够当然我想适可而止，不用把自己的用揉的这样，对，用揉的做圆形这个揉那这力道这是会大一点